色嘅书，内容系有关男女情欲嘅风流事。原来都系讲埋呢啲咁嘅俗套。如果奸淫必报，我想请问你，就系因为我家教森严，防守到好似铁门咁紧要。规定我系唔会逃避嘅，系赵孟俯嘅真迹啊！咁应该斋戒沐浴。然啊，好嘢好嘢好嘢！讲真心说话。我今次去东来寺同我外父讲就系游学，其实系想谎言。唔系我嘅，你睇清楚先。如果蔡兴真系可以做得到嘅话，可以帮我完成心愿嘅，我愿。请问咧，唔使讲，好落本噶，试俾你睇下咧。以小娘子的绝色之容，其实照我看起码都要嫁一个特遣人送上正宗云南白药治疗所伤，实有奇效。我惹你唔起，但系丽人都有人性噶喎。讲啦，我最惊你成日挂住寻花问柳咋。我系啲咁嘅人咩？梗系。我自细点教你噶？你一边睇《春宫图》，我攞咗碗茶俾你饮，解暑。有效嘅落仔方法。佢哋咁样帮你按摩，都系想帮你。当与皇上再次偷欢。表姐已经准备好更刺激节目等待，